大家好，我是小琼。最近的综艺《时光音乐会》堪称史上最卷综艺，各路大神为了改编凤凰传奇的土味神曲，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，个个都是超神现场。林志炫这首改编版的《射向夫人》堪称最佳改编，从编曲到唱功没有可挑剔的地方，当着原唱的面表现也游刃有余，这就是殿堂级歌手的实力吗？更是现场挑战了 rap， 这给增益极大，就这么几句词儿还让他抢走了。依然清晰看见你那坚强的脚步，如果天留得住，如果地也能把你挽住，任你就在这片云水间长住。不忘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香水，下场不，我的灵魂在月亮上张开翅膀，马蹄神奇把你陷落，我不能再保持沉默，沉默拿出很多月亮下点燃篝火，把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还有永恒，我必须出去郁可唯了。之前他在某档综艺里情场救场的时候，就刷新了我对他唱功的认知，而改编的这首《我从草原来》绝对杀疯了，不仅有萌语唱段，而且曲子改编大气，节奏感强，搭配 rap 简直顶翻全场。好家伙，一首广场舞神曲愣是让汪苏泷唱成了台北爱情故事，果然啥歌都能被他唱成小甜歌，这个改编可以算是颠覆性了，广场舞大妈听完都不知道咋跳了。浪给的诱惑，我唱起了情歌，在渴望的天空有美丽的月色，是浪给的快乐，我风干了寂寞，在幸福的天空你是我的所有。样子啊哈，在华语乐坛如此不景气的今天，能看到这样优秀有质感的歌手们还在用心的交流音乐，真的是一股清流啊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